夫妻对决，老婆没在怕，老公秒变缩头乌龟。半夜有冲突时听谁的？当然是问我，家里所有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在 handle 啊。在厨房，你可以进得了厨房吗？我可以进去啊，只是弄不好。这个家豪胆子蛮大，你举男生哦。中立中立。婚后事业牺牲谁比较多？全场只有我是男的，是刚讲好大家一条船的吗？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